真不知道，好痛的啊！我去，欢迎大家。哦，没有穿西袜了，没穿了，因为刚刚上一场就是提醒了一下，好大一只，是好大一只猫。它上一场它提醒我了，我就随便穿一下，我补补时长，补一补时长就准备溜了。嗯，因为它提醒了，我就不敢跳了，我就把时长补补。母的一只小母猫，一只猫妹妹，喵。猫眼睛吗？猫猫的眼睛，蓝那个小小的。猫看一下猫的眼睛。今天还打太极拳吗？我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也可以打，但是可能不好看。我感觉我跳舞跳的也不咋地，是纯的小，他那个眼仁小，黑色的眼仁小。我没有穿那个特别的衣服，因为他刚刚就是提醒我嘛，提醒我我就穿的随便了，就是我想把那个时长补一下，时长补一下，我就暂时先不整活了，不然我今天。给我整的时长不够了 ，sorry， 唱跳主播，唱跳拉垮主播，唱跳双拉垮，欢迎大家。为什么提醒？因为就是最近那个放暑假了，然后可能他担心我带坏小学生。唱跳来说爱你，我这个号没有舞蹈权限，你真的要想看跳的话，待会儿我换个号吧，就我没有那个舞蹈权限。唱跳 rap 超级拉垮，很像你前女友，好多人都说我长得像他们的前女友，完了，你们的女朋友不会是同一个吧？我开玩笑的啊。微博 ID 在我的那个个性签名里。刚刚被提醒了，刚刚他说我穿的太性感了，我穿的那个衣服真的都一点都不性感，现在穿的也是日常的衣服，我就乖乖的补时长了。站起来看看，我穿的很普通的，就穿了一套就是日常生活穿的普通的衣服。也没有穿那个西袜，也没穿鞋，就是日常生活的普通打扮，就没有怎么认真打扮的，因为最近太严了，都谁敢穿好看了，气死我了，穿啥都提醒。对的，这里是瑶瑶。瑶瑶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补补时长的直播间。白皙吗？对，刚刚审核了，刚刚他审核了一下，就是说我穿的有点性感，完了我就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。我是全职主播，然后还有就是兼职就是摄影，然后完了就平时每天拍作品。拍很多那个舞蹈视频，日常写真、日常视频都有。卖键盘的，不是卖键盘的。袜子已经脱掉了，袜子我不穿了，因为我这一身感觉不适合穿袜子吧。这一身很就是日常衣服，你再穿个袜子是不是有点变态了？有点变态了，穿雨衣，穿棉袄是吗？名字用了很久，就是一直叫这个，因为觉得香草很可爱。那这个衣服你怎么配袜子呢？你这么日常的衣服，配袜子不是有点怪怪的吗？黑丝，卖键盘，
W 小哥，大家要是想了解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下我主页的微博，可以了解了解。喜欢的话再支持也可以。算反差的话，那得要你看一看，你觉得算不算？我觉得算一点点反差，小腿袜，嗯。主要是我今天就是把那个时长补补，把时长补补，然后下次再给你们穿好看一点吧。哎呀，我的腰好痛。嗯，现在没有合作，换衣服很勤快，因为太远了，他抖音太远了。站起来看看，很一般啦，就是日常的衣服。欢迎大家，还有我的红拖鞋，谢谢关注。晚上的话看一看，晚上可能不怎么播，拖鞋瞬间出戏，那不是日常生活肯定都是穿大拖鞋的，我日常生活还穿个高跟鞋。那多变态，嗯，穿着平平无奇普通的衣服，不绑马尾吗？你要我放下来吗？把头发披下来吗？我觉得绑马尾看着清爽一点，放下来可能会比较成熟。好漂亮，没有没有，一般一般，不漂亮，一个普通的喜欢摄影喜欢拍作品的普通人。啊，没穿袜子，没穿袜子，没穿袜子，嘿嘿，光着腿今天，当，拖鞋拖鞋脱掉，欢迎大家，嗯，在这里把那个时长补补，因为那个老提醒，然后欠了好多时长还没补呢。哇，谢谢石王，感谢石王的亲吻，爱你。有很多衣服是拍摄作品用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我日常生活穿的。哇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把这个调一下，它有点暗了，有点暗，就是光线不太好。感谢石王的亲吻。感谢小哥，喵！欢迎大家。奶瑶那个是没被封，只是因为我就是跳舞跳累了，我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把时长补补。哇，谢谢，感谢我夏先生、夏哥哥，还有感谢我 TI 小哥，谢谢。感谢小哥，谢谢，感谢夏哥哥，还有感谢 TI， 感谢小哥哥支持心愿哦，感谢小哥，爱你，爱你，嗯，哇，还有感谢小 Q， 我看一下小哥哥的 ID， 我应该没念错吧？感谢小哥哥。哥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新粉丝不迷路哦，我回忆一下，小哥夏哥哥好像是私密号，小哥哥你也可以通过一下。感谢小 Q 哥，谢谢，感谢小哥哥也支持心愿，爱你爱你，谢谢，感谢小哥。大家要是想了解了解我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下我主页的微博，喜欢的话再支持也可以哦。嗯，因为我嗓子哑了，嗓子哑了，所以你听起来比较软。160，160，八十八斤，胖了好多。啊，我腿上僵死了。哦，谢谢小雨。嗯，今天我没有穿就是比较特殊的衣服。今天穿的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衣服，
感谢小雨，谢谢。感谢小雨哥哥也支持心愿哦。感谢小哥，爱你，爱你。哎呀，感谢小哥。小雨哥哥，那个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新粉丝不迷路，不过 你好像是私密号耶，要你通过才可以。我的腿真白，因为我的就是可能很少晒太阳，平时都在自己家里，所以就那个可能看上去白一点。这好像是第三套，因为刚刚不是疯了一下，提醒了一下，说穿的太性感了，我就，唉，算了，随便穿吧，随便穿。不是富二代，哇、哦，谢谢，还有感谢沉默哥哥和用户老板，是第四套吗？我一直以为是第三套哎，感谢小哥哥的支持，感谢沉默哥哥。还有感谢我的用户老板，感谢小哥，爱你哦，爱你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感谢小哥。还有一套到你这儿了，哇，还有感谢爸爸，小哥哥，你们可以先看一下你的新粉丝。可以看一下不迷路哦。 OK， 只有这一套动作吗？那你要我给你来个后空翻然后再感谢你吗？感谢爸爸的爱，谢谢。上个模板是吗？如果你想要站在台子上的话都可以，雨欣啊墨镜啥的其实都没关系的。还有感谢我耐人寻味，谢谢。感谢爸爸的爱，还有感谢耐人寻味小哥，感谢小哥哥支持心愿哦，感谢小哥。谢谢，爱你。哎呀，感谢小哥哥的支持，爱你哦。哎呀，小哥哥，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新粉丝，可以看一下不迷路。OK， 谢谢关注。哈，我的身材，我穿这身衣服，你都可以看到吗？用户哥哥，你是那个私密号，你要那个通过一下。你的新粉丝就是不迷路啊？我吗？我没啥耐心，就是随便播播。我是自己在瞎播，就两个，一个给大家跳舞提醒了，就来这边坐着补补时长了。对，另外一个叫奶瑶妹妹。后面站一下可以啊，欢迎大家，谢谢关注。OK， 这样可以吗？欢迎大家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把关注点点，也可以点点赞哦。谢谢小星星，小雨哥哥，它是自动会那个的，你备注就可以了。护士不能穿，我上次带了一个这个，它上面有个加，然后都被提醒了。他们说好像现在护士是特殊的职业，就是不能 cos。高中生喜欢这种正常吗？正常。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喜欢啦。啊，高跟鞋，我这身衣服穿高跟鞋很怪的哦。你确定要看？我这身衣服是那个运动服哎。是我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脸蛋吗？
小雨哥，你发一下就好了，你吸一下就好了，吸一下，给你粘一下。如果喜欢水手服的话，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换一下。感觉穿高跟鞋配这一套怪怪的，因为这一套它是那个运动服，可能不是很配。欢迎大家，还有感谢关注。对对，护士帽，除非你那上边没有加字，应该可以。我下次试一试，买一个好看一点的。哇，谢谢，感谢我生活哥哥，还有感谢蔚蓝。蔚蓝，你好像是昨天晚上我见过你，太大气了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家的猫一直咬我，它不让我站起来。感谢一下，感谢一下生活哥哥，还有感谢蔚蓝，谢谢。感谢小哥。感谢小哥的支持心愿哦，感谢小哥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谢谢。哎呀，感谢支持，小哥哥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新粉丝，不迷路哦。哈，香草公主又是谁？你要当站台，你要当站台，我每天穿高跟鞋踩你，你会很痛的。对，我是瑶瑶，我是瑶瑶。我感觉我是不是有点大众脸啊？有人说我是奶昔妹妹、奶萌妹妹，还有奶油妹妹，还有香草，然后还有香草公主，这些都是谁？对，我就两个。一个是瑶瑶，一个是香草。瑶瑶给大家跳舞嘛，但是瑶瑶那边被提醒了，然后我就在这里补时长呢。还有很多人说我像他前女友啊，我家的猫舔我的脚，痒死我了。今天我暂时就是现在这里不跳，因为我这里没有舞蹈权限。那个生活小哥还有用户哥哥，你看一下你们的新粉丝，新粉丝就是不迷路，你看到了吗？刚刚申请关注你呢。很努力，其实没不努力，我是才播了3个小时，今天我每天播6个小时。哦，你的不能发是吗？但是没关系啊，生活哥哥，你互关一下，然后看一下不迷路的私信啊，不迷路的作品就好了。你看一下不迷路的作品啊，用户哥哥你也看一下作品就好了。感谢关注，很像前女友。哦，我觉得你说像不会是说身材吧？因为你前女友的身材确实很棒哎。我不是卖键盘的。哎呀，我家的猫好变态，一直在舔我的脚。你是不是只变态呀？上哪学的？小逼灯。泡泡啊？为什么问我泡泡？谢谢关注，欢迎大家。好痒啊！你个小变态，小变态，小变态，小变态。谢谢小星星。刚刚那个号我不是跳舞吗？跳舞然后被提醒了，跳舞被提醒，然后我就来这边就是补个时长了。喵嗓今天又变态了，我把它抓起来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变态，小变态，跟谁学的？跟谁学的？小变态。哦，谢谢，感谢红尘哥哥，我站起来感谢一下小哥。哦，我这边差点奶茶被弄倒了。
感谢一下红尘小哥，感谢小哥哥的亲吻哦。谢谢，感谢亲吻，还有感谢关注，欢迎大家。拉他，好的，用户哥哥。因为我在补时长，所以我就没有穿得很好看了。我刚刚衣服不是被提醒了，然后我就穿了一身普通的衣服。我穿这个普通的衣服配袜子、高跟鞋，会不会有点变态呀？我感觉配的可能没那么好看，我就没配了。欢迎大家，那个还播，那个会给大家播跳舞。我今天播了两场，又提醒了。你知道他们说我什么吗？他们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欧派顶在脑袋上直播呢，天天提醒。哇，谢谢木鱼，阿里嘎多。哎呀，感谢木鱼。感谢小哥，谢谢，感谢小哥哥支持心愿哦，感谢小哥，爱你，爱你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小哥。我也回一下木鱼小哥。木鱼小哥哥，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新粉丝，不迷路哦。咦，用户哥哥，好像我这边那个已经了，你那可能有点延迟，应该是有一点点小延迟。LEE 小哥哥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支持一下心愿就好喽。感谢的很卖力，我主要是会的比较少。直播间这里又不能跳舞嘛，只能好好的感谢一下了。蛋蛋牛小哥哥，如果你想了解一下，也可以看看我主页的微博就好啦，喜欢的话再支持也可以哦。我一天播6小时。因为上一场那个衣服被提醒了，他说太凸显身材了，我就换了一套超级日常的。谢谢关注，还有感谢小星星。容下小哥哥就是支持一下心愿就好啦。很闲小哥哥，如果你想了解我的话，也可以看一看我主页的微博。当当，对的 ，LE 一个，就是那个。其实我有对象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818，这么多个都是我的对象哦。哇，还有感谢我与你老板，谢谢。感谢与你哥，谢谢。感谢小哥，谢谢。感谢小哥哥支持心愿哦，爱你，爱你。谢谢，感谢云你哥。谢谢云你小哥哥，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新粉丝不迷路，你也可以看一下，我回你一下。感谢灯牌，因为我不是一个比较宠粉的主播吗？我觉得可能比一些小哥哥的女朋友还要宠爱，那不算是女朋友吗？因为刚刚那身衣服有点凸显身材，然后被提醒了一下，所以现在就那个，就穿一身日常一点的补补时长了。哇，谢谢 LEE， 感谢小哥。谢谢小哥哥的花火哟，谢谢，感谢我 LEE， 感谢小哥哥支持心愿哦，爱你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，爱你。哎，我把那个拖鞋穿一下，绿油油的。
小哥哥，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新粉丝不迷路哦，小哥哥。LEE 哥哥，你看一下你的新粉丝不迷路。如果想要换衣服的话，我晚点可以换一下。好，别的腿，可能因为我平时不出门，不过我最近每天在窗户前已经被晒得有点黑了，我最近要开始防晒了，防晒就不会黑。衣服的话，我待会儿5:40吧，5:40我下一下给你们，到时候把衣服也换一下。我的另一个叫奶瑶妹妹，啊？她刚刚提醒我说，请文明直播，避免说脏话，使用其他低俗侮辱语言。我刚刚说了哪一句话骂人了？我忘记了。Man, 我说了什么话骂人的？你们有注意到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？谢谢灯牌。我忘了我说了啥，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了。好的，生活哥，说了哪个？估计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是吧？嘎腰子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，夹子音的原因。谢谢小星星啊，算了，无所谓啦。谢谢 Snake， 感谢我 Snake， 我连阿里卡多都不敢说，怕他等下乱识别。感谢 Snake 小哥哥支持新人哦，感谢小哥。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。哎呀，感谢小哥。我的腿子算是比较短的了，个子有一点点小矮。我也回一下 Snake， 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新粉丝，可以看一下你的新粉丝那个，不迷路，可以看看你的新粉丝。LEE 小哥哥，你有看到就是不迷路的主页吗？好怪，哪里怪了？我在镇江润州 ，Wink 是这个吗？死亡 Wink， 因为我做不到睁一只眼眨一只眼。死亡 wink， 夹子音就是，你们有没有人觉得听我的声音感觉发声好像不太自然？看看背面，可以给你看一下。欢迎大家，死亡 wink 就是死亡眨眼，给你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就是背面，我这里夹了个小夹子。因为它这个衣服有点大，然后衣服也是普通的衣服，没有穿很特别，因为我今天被提醒了，就随便穿一下了，晚点我再给你们穿好看一点。对呀，哎，不是我吗？你不是能看得到我的脸蛋吗？就是我有露脸蛋呢，夹着说话。我给你试一下，我日常生活跟人说话其实是这个声音，听得到吗？但是我的嗓子哑了，然后可能说话的时候会放轻一点。对，你看，放轻一点就这样。啊，不真实。XTC 小哥哥，如果想了解我，也可以看一下主页的微博，喜欢的话再支持也可以哦。啊，其实我可以买童装，其实我买童装都能穿，个子太小了。感谢耐人寻味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就是对我也很温柔。其实我不温柔，我准备我
准备就是，哇，谢谢，感谢我纯属虚构，感谢小哥，我站起来感谢一下小哥哥，感谢纯属虚构，感谢小哥哥支持心愿哦，爱你，感谢小哥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，喵。我也回忆一下虚构小哥，虚构小哥哥，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新粉丝，可以看一下不迷路，腿子好看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其实你看着我上镜还好是吗？但是你日常生活见到我的话，我比别人小一号，就是个子太矮了，个子太矮了。僵硬公式化。因为我没有舞蹈基础，摆 pose 其实摆的还有点吃力。小生哥哥，如果你好奇的话，也可以看一看我主页的微博哟，嘿嘿，可以了解了解我。我待会儿准备要先下去，刚刚大家不是说想看我换一身不日常的衣服吗？准备给你们把衣服换一下，然后晚点顺便把东西吃一下，我再回来给你们跳跳舞。谢谢关注，那我就先走喽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。买键盘，我不是卖键盘的。那我就先去给大家待会儿吃点东西，还有把衣服也换一换，晚点再回来给大家跳个舞。辛苦啦。辛苦啦，辛苦大家啦。然后还有回复一下刚刚支持的小哥，拜拜，辛苦大家了。